表情从紧张不安逐渐到笑眼常开。今年健康操冠军队伍嘉平部落为太武乡收获节暨乡运揭开序幕。今年大会以多元独特为主题，展现3092太武乡的多样性与创新，将北大武山的精神以及所孕育出来的力与美完整呈现。县长周春明也为太武乡族人带来好消息。我们的登山基地就是我们的山林教育中心马上就要登场了，我们希望它可以打造全屏东县最 top 的一个登山基地。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大家努力啊共有的啊，我们未来3092的进步也是全部仰赖大家，大家一起努力。原民会主委曾志勇也到场祝贺，并提到原住民族国家希望工程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挖掘培育更多原住民体育人才，希望有更多族人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总统特别要我们原民会每一年再编2亿的经费，希望给原住民的选手，给原住民的教练生活津贴，让他们过得更好，让他们更努力更认真为台湾争取荣耀。我们要的不是培育奥运选手，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培育奥运选手的环境场域。太武乡公所表示，联合收获节有过一个年的意思，也是分享过去一年努力的成果以及体验丰富多样的台湾族传统文化，并祈愿来年都能平安丰收。原新闻巴朗，屏东泰武采访报道。